时的私人去取经、yeah、是否会有心灵感应呢？是否跟着徒弟说你不要想太多，我可以一直保护你们呢呢呢。孙悟空他每次都打妖怪，猪八戒每次问我会不会来，沙和尚他跟我说师父又被妖精抓走，问我怎么办。对，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，但是低调我不说，佛祖你给我超能力让我去西天取经，这故事你想不想听 no, no, no、yeah、我的如来神掌很厉害，我们可以一起打妖怪，金箍棒了沙和尚了八戒胖了师傅够了，请你乖乖做个善良小孩，你是我一生所爱。只为你打开，乖乖要真心悔改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小孩。悟空说的是有求必应，那改不掉的毛病，我这偏头痛说忘不掉的旋律，你说我这脾气，你说我这坏脾气，你说我这臭脾气，我告诉你取经才不容易，克服九九八十一难，你还要给我难堪，别问我为什么这么难，人生就像取经，你想要成长就必须经历苦难，如果佛祖是你的后盾，请你人生不要留有任何遗憾。孩子孩子为何你这么坏，欺负欺骗为何你做出来，学会做好小孩，相亲相爱，关怀就在心中充满色彩。乖乖你快回来，我怀抱一直为你打开，乖乖要专心悔改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小孩。走在远方，看着远方落幕的夕阳，能不能看到你我不知道。